这个卖三百，我无啰嗦啦，二啊五啦，那个100块加钱。二啊五装来这盘。好啦。平常日我拢过袂了代啦，即卖一百，赚无10块啦。即一盒我咧卖外，我咧卖30-40个啦。注意看，即边界拢边缝的，足好食的啦。100块啦。你卖才卖啦，唔咪咧赶时间，唔爱插小人啦。无就全部煞啦。我甲你讲，我再增加尔啦，还佫两个提来啦，办好啦。即个啊，佫100块有无？倒平迄一个啦，无啊啦。歹势，真正无啊啦。你那蛤蟆呀？伊那蛤蟆存仔尔，要了啊啦。存了偌济？存只要偌济哦？真正计，才130。130。嘿，是，我130。嘛，下下再来，再装来130，你看下，装来。即我甲你讲，只蛤蟆要到3公重，嘛细小细，但是无啊。我阿强强，甲你看面面者，帮我加一条鱼哦。啊，这边鱼也加一个，过来外卖吃啦。我即摆介绍这两三鱼拢好吃啦，拢好吃。后一盘阿明有得摆啦，鲑鱼头。一盘个，把个后边个，迄鱼我让阿提走。来，你两个鱼我让阿提走，卖搁起咧哦。老赵大哥，你敢要买啥？点菜？这一百块八块，八块卖予伊，八块卖予伊，安尼平
加水吧啦，紧嘞。我袂使啦。真袂使。查就是嘛，袂使。啊，八块一包，来去加水吧，去够好食啦，紧来。加水吧啦啦，一百块。你几只来个三条四条五条六条来个七条啊八条啊九条啊十八块够啦咩来无鸡肉好食鸡腿排一百块分一箱两箱一个三箱啊啥物来无一百块好啦来啦来只原味鸡腿排来今我阁问一届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七八条来够人搁要爱无？无要收啊？一百块够人要爱无？一百，七七七。就分落去啊。OK， 朋友，拜拜。你够人要食这个鲑鱼头的？这鲑鱼头伊这一个嘛，甲伊破冰破好啊，够人要食鲑鱼头的？我问一下，有人要买无？来，等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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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其他无啥啦，我讲较紧的啦，因为真正头前咱三四个人加尔，咱莫空手啦。这五十块买无啦，才四地200，这地300啦，200块。够人要过一头，宝宝，阿弟个过哩，咱够人要过一头，拢无人来，伊拢无人来，只两块过一头，菜车你卖一地台百几块银啊，一盘鱼头搁两百块，三地、四地、五地，无法提起两下物件好食出来卖，来200。来，阿总，来，我强强甲你介绍者，这块鱼啊，野生的是种海鱼。这个鱼啊，深海超过200米的。不是200公分哦，是200米哦，深海的哦。这尾鱼啊，伊的名叫做乌皮刀，这是一种野生的海鱼啊。好乖哦。你等下用这个做好吃，100块少者。实在，这鱼啊咧卖到啊，这个介绍，咱实在是卖倒啦。这鱼啊真惊咱刷鱼肉嘞，拢无钱呢，我这么是咧花100呢。我实在是嘛无咧算几袋啦，安尼啦，最后一句啦吼，啊一包哦，一千块买啊，这真正野生海鱼啊，200米以下的，乌皮刀啦，黑皮刀鱼啦，野生的海鱼啦，这袋是尾巴一袋啦，啊你等下用干煎的啦，清蒸的啦，没有刺啦，一把的篮球类似鳕鱼啊，当然无出蒜里正正啦，啊100块，吃饭买啦，这鱼啊好吃啦，野生的一种海鱼啊。我搁问者啦，有人买，无人买，无人买，真够煞啦！100，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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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掉，来收掉，来放走。恁敢有要买啥？点一两下啦。敢有要食一下较甜卡的？较酷好无？较酷好无？100较酷，我是无啥淡味啦。淡味搁袂较酷，我做手龙，我搁白掉啦。伊做个咧，为着这个较酷，一定换无下手龙去啦。来注意听者啦。这块鱼啊叫做盐水啦，我这个卖一万七八百块啦。这一次把你卖这个钓竿，一定换五块手套啦，五块手套，每一块手套剥掉就安尼哦，变作乌色的啦。真正这是脑的啊，规拢乌乌乌啊，这飞机嘛同款啊，这个飞机啊，这种正的脑的，真正的脑的，你看袂啥会出来？来注意听者，这块鱼啊叫做盐水啦，这鱼啊当然用干煎的啦，煎煎就好吃，用海用钱的啦，100。我靠，无人要吃，安尼啦，我问一下，你赶时间啦？这鱼啊，我不会算分钱的啦，你若要分钱啦，超过100哦，一盘鱼要到200块，啊100。过100。我来了啦。我来了啦。哦。过100。搁100，这个做好吃，100块，下包拢无起，卖大概可以，今仔只100块就给你吃，好不？好，我是搁无咧讲啥物鱼，你再行到路口你就袂记啊。
元雪虾包，你同我甲真真的甲食看卖咧，即、這个鱼啊足好食，拢无水啊！我跟侬一届，我空山去甲买，我来买卖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吼，我毋是无个性的，因为我即个鱼啊，你卖唔到啦吼。即盘鱼啊，外口你卖200块，你买袂到，即鱼啊足好食，拢无饲，拢无饲哦，拢无饲哦。我先甲你讲一下阿伯，即马大家拢会使买，干那你袂使买尔？一对一百你袂用买，我等下甲你骗，我想甲你气死呢，来一百，足好食啊！下巴你都买去啊，这你袂用买，即个，咱会甲你害，你等下甲干煎、鲜煎的、清蒸的煮汤都好食，拢会使，拢无饲啦。我来，我来，我来。一百块你免惊啦。阿伯，你感觉嘞？你感觉嘞？我一百块什么呀？这个鱼是元雪的下巴，啊，我跟你讲啊，小姐，这鱼啊，你这么看起来，看起来也许它不是很好看，但是这个鱼啊，它眼睛也发真的很软，但是有热没有起，拢无起，拢无起。我嘛无算多的，这个讲真的，这个餐厅，如果你用烤的，一，你要搁一份了，搁一包什么来？来，搁一届啦。我先跟你讲，我咧卖这鱼仔算粗俗物件，我无搁算，无跟你计较啦。啊，你想要买的人客咯，咱做一遍啦。这盘鱼仔若撇，放去后壁，你等一下要再买，对不起，请你要等十分钟，100块，大人哦，大刀来。这个好吃啊！你晚上煎两片的话，晚上煎两片试看看，这个真的好吃。这个今天吃的这大的，今天吃的真正超大的，很大片，搁一百块，搁一百块，搁一。今天吃的这大的，一海外贵啊，老板，外多少外？三尾外多？你三尾一只70，三尾装来家己抬了不？昨天冇拢无抬。搁一包无？你三百无台，百八要台两百。人讲实嘞，哇，海外贵啊！来台下人，我要台台，赶紧台下先好。要台百，要台两百。海外贵啊，哇吼！我现在到这来，活跳跳的。这盘我最后搁问一台啊，搁一包无？搁一包无？搁一包无？安尼啦，全站大概1500啊，总来一个人客啦，来两百。你免看啦，你想要买吼？来百八，我到最后你看，你来百八，不算啊。这里要我消费啊，1200，这里要我消费啊，来百八。你若想要，我算较俗的啦。因为讲今仔日，讲今仔日是快乐的星期二啦，快乐的星期二，我今仔卖完，明仔载后日搁休困啦，后日明天后天都休息啦。啊，啥你问白带鱼的，会比啊吼？我你坐啦，我量一下出来。对，两只对。对，叫侬还我，我遐有骂死我，伊搁还你3-4千块呢，以下嘞，伊无去食饱的，伊拢直接。我给你去上班啊。无啦，唔是，但是咱做生意爱信用，咱人这遐对的，这遐对的。这遐对的。你三只嘛对的，第二道赛，这个唔是对的。你先搁甲试，你甲试看嘛，遐对的。那第二道赛。讲的算的，我无需要为了就说咱自家咧讲咧何事噻。好，去，无紧，迄栋大，好无错。先甲饲咧顶内底，无紧，买一包，买几多？要食买几多无？买一包。我即摆来感觉拢无人要甲买，买几多是安怎？安
這樣啦，這隻烏肉這隻真兩三四啦，咱咧看時間啦，五六七八啦，這三年會消費十倍啦，敢莫講笑，啊一百。所以你們都認為我是壞人嗎？來來來，莫話你這啦。我是壞人，也是一個好人。等我一下，阿蓮莫話你這啦，這盤肉這隻甲我搬走，人去後壁，你幫我一個忙。这个鱼仔今仔出来吼，我做本钱甲割一个人，迄只鱼仔钓着我三米啦。小姐，这个叫啥？我讲钓着要三米，你嘛钓袂着。大哥，这个叫啥？恰当。就系这个三米啦。这只是冷冻的，这鱼仔足好吃啊！这海鱼啊，用蒸的好吃啊，像肉质啊，冷冻的，我这肉质嘛冷冻的。我还会瑞特嘞，一斤300币嘞。这鱼叫恰章，这鸭先海鱼，金巴小姐。我上来买不好。买完就看上来啊，嘿，我进来。这恁懂的，啊，这鱼无饲哦，啊，你等下吼，排蛋的都是真多只，金巴小姐，也少只。王总。你若买，我当肥买准就免买地啦。我先甲你讲者，这两买啦，现捞的吼，差不多得150啦。注意听哦、喔，等下。很多啊，迄高级的。像有些人那个飘向北方，来一包。黄明志那一段有人都念不好，想说黄明志那一段不起的很简单呢。恰章啊。来一包，你买两个用煎的好吃啊！哇，有够烧的，真的！来来来，给，谢谢。我白讲这鱼拢无饲，你两个吼，袂晓煮，你就用煎的尔，甲剁做肉质啊。因为这来，伊这来吼，鲜阳的抓起来就是定顶起来，定顶就是冷冻的。咱讲实在，搁一包吧。有空我再弄那一段给你听。我一包吧。多吃有一个人，多吃有一个人客，多吃有一个人客。你问啥啊？点菜者，点菜者。好鱼汤啊！拜拜。阿弟，你搞大螃，这个螃袂去啊？你跑了无？一百。小我搞啥？600，有台，无台，500。无台500。无量出价。无量出价，你要台哦？卖啰嗦，我讲的足直嘞，若无就无卖啊。大哥，咱讲实在吼，我一只一百叉条的，有台550，啊若无卖，550台，请走。点菜，鱼啊活的要吃无？我只是现在懒得讲话。要吃无？有人要跟我聊天的话，我也会很搞维的。有人要陪我聊天吗？下下买一束啦，你试试。下边啊，啥你问？
这黑标我无赚钱啊，无紧啊，歹势，互你等较久，才五十块。今仔黑标是定制的哦，无共款的哦。看的讲可以留一百。什么物件？看的啦。黑标。对啊。黑标定制的，真正。来，我甲你讲，潘大哥的。好呀，啊好啊，潘大哥先来 ，OK。定制的嘛是哦，我提你去泰国遐尔。无啦。等下，伊搁一包，潘大哥两包。先甲留起来，先甲留起来。哎，你还足水的，无十公。我讲土兰啊，有大地无？哇，土兰啊！嘿啊！我这两天有你在帮伊留啊？有你在帮伊留啊？你甲讲，我甲他我炒你哦。我知，伊知。你有看到上好啊？嘿啊嘿啊！伊拢爱上好的，我海五鬼甲留一份，搁甲留一份海五鬼。迄天伊买三份，无够剩一份尔。今仔嘛剩一份尔。我向伊想到，因为伊爱食物件。要选麦克的方向，要选择。我说哈，来五十块啦，这黑边你提个手，帮我买，这真正这叫足贵的。学到了东西。我黑边我跟你讲过啊，我无赚钱，啊这十块买嘞，吃免钱。我五十块，你要吃免钱啊？你点么吃啊？这胖的啊！我要学他讲话就要选择。大哥哥的，大哥哥，个五十块，个五十块，足侪人给你欢呼的啦。袂济拢无钱，你看，这只叫啥？这只公布款啦。我老板，老板。要字正腔圆。帝王蟹呢？帝王蟹关哪？关哪？无够大只，嘛是米字啊，尔啦。米字。哎，这只帝王蟹，见到着。咩嘛？还比较对象。你敢问题？歹势，无要紧，歹势。我跟你讲好不好？黑边拢无啊，才四十块。没有，要找时间模拟他说话的声音。阿伯是将手，来多个拍照，收掉。要学诸葛亮就比较快了。来点菜。按照我写的。就那种字正腔圆，然后用浑厚的中文声音，然后不能带台湾国语，这个就是 Michael 的声音。这鱼啊，拢是恁买，这鱼啊，若无就是恁买，你莫徛咧遮看啦。真正，这个鱼啊，若无就，互你感觉你有心动，你想要买，你就不用在这里看了啦。这个鱼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买，大半鱼拢同款啦。哎，加贵。这半鱼啊透早活跳跳的啦。你玩回来了。你看这是最透明的啦。这塔壳拢皮哦，头啊很老的。我不用去宜兰认识啊，我常常跑到宜兰。我不爱跟你讲笑啦，我全部活鱼啊，全部出去跑，你等下吼，沙沙的。常回去宜兰。用开水穿烫，甲沙沙烫烫的啦。是啊，拢该动，叫你出声，拢无声嘛。啊，爱换一只，爱换一只。一定穿三台啊！我实在是无多钱。穿一只五百外。五百外哦。你实在这饲煞够麻烦啊！你换下只，你换银价较济啦。两百块银啊！伊那换无淡水的，你换银价较济啦，两百块啦。换的哦，真正无淡水的哦，千块刀偌重啊！你菜市要共买